面，双重人格非常难，非常需要很大的能量，非常也是我演出以来其中一个最难的角色。之前演真张俊格嘅角色都大获好评喎，你自己有冇啲压力喺身啊？那压力是一定有啦，那希望延续这种大家对多重人格的这种难度上的支持吧。今次你个角色就要中意两个女仔咧，即自己对于呢个两个对手点嘅感觉？我觉得他们都演得很好，很荣幸跟他们搭戏，就让整个戏的那种浪漫的感觉提升。Mandy 之前演过呢个角色啦，有冇请教下佢咧？有，他也有分享，对他处理的方式有点不一样，对。啊，之前阿悠悠你好心好气又攞咗好成绩啦，你自己期唔期望有机会一齐，即系喺工作上面攞到奖项？我希望，我绝对觉得任何的奖项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鼓励，我也恭喜了他，我也希望他越来越好，他的发展。希唔希望有机会大家一齐攞先试下咧？我已经打了这个，谢谢。